话说。哎，想开一点就好了，毕竟不是穿越时光的思念，想开一点就好了。你要想啊，这个人我就是喜欢他，我现在不舔他，我以后也要舔他的，我现在就舔了。早舔早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是吧？晚舔都没有你舔的位置了。如果你就喜欢他，那你就是早点舔吧，啊，晚点早点都要舔的。早点舔，人家还早点记住你呢。舔完了，到了，舔的太多了，没你位置。
学刚毕业就立马结婚成了房产的，最后杀我同学的双二代了。他两代的爹还不是同一个，牛吧？说实话没有二十，我觉得他就是脑子不太好，有点蠢。真的，那会上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脑子有点蠢，然后他好像他就被人骗了。我觉得他是被人骗了才跟人生孩子的。我当时听别的同学说他是，就是把孩子生了要领证，结果生了孩子没领证。然后前段时间，过了两年又生二胎了，二胎就是另外一个男的了，亲爱的，不能打掉吗？可以打掉的呀，让他肯定可以打。但是听说是他家里面说什么他们生了就结婚领证，但没有领，哎，反正很蠢就是。他结婚了吗？不知道，我跟他不怎么说，我没有问过他，我都没有什么之前同学的微信，都是从同学的嘴里听到，就是我只有那么几个同学的微信，然后有一个同学他跟班上很多同学有联系，都是从他嘴里听到的，就说谁也是相爱他，哎，想不通。晚安，星河璀璨，你是人间的。